太极家园喜剧宫呢，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它起源于中国的道家，距今呢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太极家园喜剧宫，到我这个地方呢传承下来呢，这是据历史记载，据有史料记载呢，我是第6代传人。太极禅园呢一直在响应国家的这个号召，前一段时间是一直没有开课，最近呢才刚刚开始这个教课，但是大课一直没开，都是一些这个一对一的一些小课，这样呢更有利于我们这个抗击新冠病毒，也更有利于大家的这种身体健康。我一开始是通过网上一些叶伟叶师傅的一些视频表演，还有通过在网上搜索太极禅园喜髓宫的一些介绍，确实也把太极禅园养生之道作为一项文化推广出去，使更多受亚健康人困扰的人们受益。